掏出1200块 COCO 也要在东区违停的大大，你猜到了吗？大家都非常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当众人还在苦恼购物车要不要直接打包带走，安安的光棍节不抢折扣，选战倒数两个礼拜，他只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来跟选民安安。蒋万安和竞选团队一到东区柳公公园现场，不啰嗦，直接伸出希望之握，再配上高5公分的帅气发胶头，身高直接冲破180，师奶杀手的战斗力全开。除了很早东区室内团，蒋万安从东区巷头扫到巷尾，每一间店面都不放过。不管是瑞宝贝开的眼镜店，还是东区粉圆，统统踩点踩起来，充满了朝气。但是同一时间。BOSS 忙选举，司机违停，快变成不变的定律。没有深蹲免费搭公车的日子，蒋万安先搭和阿东同款，有价237万黑色 Sienna 座驾，在寸土寸金的台北东区，想马上找到停车位成了不可能任务。于是司机在违停和车位之间做出了选择。神奇的是，当天附近车辆都受到警察杯杯开罚，唯独安安的车仿佛隐形一般，停了75分钟，安然无恙。大家就是我的最大的幸运。对此，蒋万安竞选办公室媒体联络人表示，只要有违规情事，一定会依照规定缴交罚款，未来也会提醒司机更加注意遵守交通相关规定哦。那重点在于民众自己的感受，狗仔的感受就是好 lucky。因为双十一不止巧遇安安，上午在松山区中仑市场也看到珊珊扫街 ING， 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你帮我比珊珊的八号。不管是比6、比8还是比12，大家请记得，我们从政是为了替我们这一块生态的土地多做一些事情。记得 love and peace。